那抹的什么药了吗？就是血啊。抹点多。嗯。哎呀，我天，这抠的稀碎呢。抠稀碎的，这都甲虫这都。你再给你冲一下会疼的啊。我今天会给你轻一点。那点太狠了，你知道甲虫都是点的肉在外边。你把无关紧要指甲全剪没了，指甲留在指甲在下边。你我都不要从哪里下刀了，这里疼啊。不疼了。全是血呢。你这是来挑战我们的，碰到那疼，碰到疼，扣太狠了，这你把表面的指甲全剪没了，要完全利索的话，估计得个10天半个月。到时候晚暂时不要洗澡了，少走工作程，刺激耐一点。暂时发的东西不要吃啊。嗯。这样。嗯。还疼吗？不疼。不疼啊。嗯、你把上面的指甲全剪没了，那就留那个，人家是去医院，就留了这么一块在下边。人家是去医院搞了一下，医院当时那个他给拔了，就是小半片，车切了，就切了。